真的，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天一个星星的耐力技术红彩情境拟真训练过关法，这是第四关密闭空间攻击的最后一颗星星，过关的时候剩下50点生命值。那我已经看得很熟悉啦，第一个人就是先来杀这个，赏你一个穿墙。OK， 然后先离开飞机。这边要跑一段，跑到这个台子。从窗户看到那边有人在蠢蠢欲动，等他们经过这个门的时候，这两个人是巡逻的，他们一定会经过这个窗口。小心的下楼梯，我在这里摔了不止一次啊。然后从机头这个楼梯上来，这里就是那个用护盾的人的位置。开之后，闪他榴弹发射器。过来吗？闪一个。最好是用榴弹发射器就能解决，这一次没有成功。再来看格鲁这个房间，里面会有两只。这里一只跟这里一只。这一次墙壁是有加固的，没有办法击穿。换一个点攻入。这里都是没有敌人可以安心，那边封住，这边就不会封住。二选一，轻松。再来就是楼下的人，从这个楼梯下来。比较偏机头这个楼梯下来的话，就可以穿墙杀这边的人。现在已经剩下5个了，只要杀2个就行了。这一次这个墙有加强，这边会多一个。剩下4个，这时候敌人还不会动，但是另外一个散弹哥可能会跑过来，之前就有被他打死过。
第一个新的时候吧，确定他没有跟过来之后，杀到三个敌人就会来找的条件没有变，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最上面驾驶舱这里。最后再来杀他，这样就有一个良好的位置可以躲。嘿嘿，就等剩下三个人傻傻的来喽。要等一段时间，来个，Friendly mission successful. 过关，过关。我觉得这是目前四关里面最简单的。好，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谢谢大家收看，拜拜。